让我们掌声欢迎下一位藏友登场。好，怎么称呼啊？我叫田振海。田先生今天带来的是一幅什么藏品？来看一下。我这个厉害了，我这是乾隆爷的御笔书法。乾隆爷的？对。哇，这怎么得到的呢？这是我收了一个旧木柜子，在里面发现的。哦，您是？我是专门回收旧家具的。哦，回收旧家具，那这个是？我当时收了一个旧木柜子，这个木头是老木头，柜门上有雕花，我看特别漂亮，我想把它拆出来单独去卖，结果在这个柜子背板的夹层里发现了这个。那我看这么大一幅作品，那藏在柜子里应该挺明显的呀，他们就没发现吗？它是在柜子背板后边有个夹层，背板特别大，柜子很大，他可能没注意。那您为什么就确定这个就是乾隆爷的真迹呢？我当时拆出来一看，我一看吓我一跳，我说这是乾隆爷的书法，然后我上网查了一查，就是说很值钱，可能这个大概四五十万，到甚至上百万，所以我说想来让专家看一看，确定一下究竟是不是真迹。对对对。好，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吧。好，我们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50万元。这是您参考的。对。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专家来辨价时针，有请。这几年啊，大众对乾隆这个皇帝啊非常感兴趣，电影电视剧这个演的也比较多了，古董文玩界啊还有书画收藏界，这个对乾隆呢也是比较感兴趣的，是吧？谁家要有个老物件，如果跟乾隆二字沾光的话，那可了不得。咱们看看您这件，这是一件啊以行楷形式啊书写在绢本上的一副中堂，是乾隆皇帝呢赐给安徽巡抚，这个巡抚呢用今天话解释就是省长。这个内容啊是这样的：连江来接驾呀，自正引同舟，共济一英译啊，秦宣夜可休，老看身亦壮，人时时无福，红素被灾地啊，亲灾善续舟。壬午春日，赐安徽巡抚托庸御笔。这里头没有什么特别深的含义，这也是行政上相互这个祝贺那么一个词儿。印章是索宝为贤，白文。下一个是乾隆御笔，是朱文，大概有50多个字。每个字的间架结构啊非常漂亮，行笔圆润，中规中矩的。四平八稳，从这个新旧程度上看，这个装裱时间啊有百年历史，是吧？画心没有什么破损，周边虽然有点老化。乾隆皇帝在位的时候啊，经常这个奖励啊部下有贵重物品，其中也有艺术品跟书画。这种书画呢这个也有，这幅书法要是真的话啊，要是乾隆的真迹，我可以这么讲，这在书画市场上中价值可真是不菲。我们描述了这么多，到底这幅书法是不是作者本人真迹呢？通过分析，经我鉴定，经我鉴定，这是后人模仿乾隆书法的一幅赝品。我来说一下这个问题所在吧。我们不是今天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作品了。传统的这个古代书法复制呢，大部分都是双钩填墨，而这个是直接写上去的，是吧？
我们也了解北京地安门啊，这后门桥造，还有天津造那些呢，这个比这个质量水平差，而且我们看它的装裱时间呢，有将近百年以上。这种书体在当时啊，很流行，很多人都能写，是个翰林都能写得了，这叫馆阁体。不过这件作品呢，书写的还是有一定功夫，是吧？在今天的书画收藏市场当中啊，像这种质量品行的，也在流通。那李老师说的这个能流通，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就像这样的那个书法作品，仿乾隆的，我以前也见过。像这样的原装有100多年的那个章表，像这样的东西市场价，我觉得都有5万以上到10万以下这个走势，应该是有的。不是，您说的真的吗？没逗我吧？我觉得这个没什么问题啊。因为现在刚才这个我们专家也说了。这个装裱上来看肯定已经过百年了，而且这个乾隆帝又有大量的这个赏赐给大臣的或者一些提拔的东西都是代笔的，所以他没准就是代笔在那个年代清中期或者说乾隆本朝流出来的，然后到民国晚清的时候重新装裱了一下到现在，所以这个都不太好说。这个东西既然是老的，如果有人喜欢说哎，我就想留着也不贵，花个20-30万买完之后，等着以后有机会我再慢慢深入研究考证，也不一定不值这个价钱，主要是根据这个个人的对这个东西的理解和喜爱吧。我觉得有可能也能值20-30万、对对对，我觉得没问题，也分人。好嘞，谢谢老师啊。那刚才听完大家这个估价，您什么心情呢？这心情突然又180度大转弯，乐呵了啊。好，那我们现在来听一下观察席的分享。刚才几位店主也给出了自己的一个价格区间啊。其实如果说这样一幅作品拿到拍卖会上，也许会出一个很高的价格，也有可能会比你预期的价格也会更高。因为对于此类的名人作品啊，它和一般的书画作品还不太一样。因为一些书画家他们之所以会成为大家，就是因为他们有自成一体的一种风格，即使不看落款我们也知道那是谁的作品。但是对于一些名人来讲，他们的重心并不是在这个书画事业上，所以说他们的一个笔迹，包括乾隆的笔迹，整体感觉和同时代的书法家相比呀，笔迹还是偏软的，所以说像这种作品呀，更容易会被别人去仿造。所以说也有可能仿制者的水平要比乾隆本人的水平会更高一些，当然了他也不失为一件艺术品，因为像这样的表头在当今的拍卖市场上也能值个几万块。在这里给大家伙提个醒，如果说想进行艺术品投资，我们尽量还是要选择一些有相关标准器，我们相关鉴定标准的一些物件，包括您今后的收藏啊，我们的欣赏啊，包括流传啊，继续去转让啊，也会更加方便一些。好的，感谢大家的分享，也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